乖，要装哪里？装这里就好，然后梯子放这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想要看一下你怎么练的。哇，六块肌耶！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哇，胖子。嗨 ，Jack， 你来了。对啊，我来装监视器了。让警察碰我安检系统比较好啊。我待会再检查一遍，不用担心。最讨厌这些条子，我头顶上有根感应天线，只要他们一靠近，我就全身痒。那他刚摸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痒？我拳头超痒，受不了。哎，你们这边的男人真的很小气耶，看几下肌肉也不愿意。你不只看，还动手动脚哎。都是男人，摸几下又怎么啦？你肌肉控啊？没那么严重啦，只是我不管怎么练都软趴趴的，硬不起来。大家都笑我是白斩鸡耶。收。啊？哇，一毛，你有哎。看不出来哎，你不会是传说中的那种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类型吧？有机会，你自己检查看看呢。真的，到时候不能因为害羞找理由推脱。我是怕你害羞。哦，又不是没看过男人脱衣服，怎么会害羞？以前读警大的时候，还看过光屁股的嘞。当刑警挺危险的。你怎么会选择做这一行？因为读警大不用学费啊，而且还有生活津贴。我奶奶养我很辛苦哎，投资我那么久，应该早点获利才能回本啊。只可惜在我大二那年，她就走了，来不及获利就了结了。你奶奶一定觉得自己亏大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哎。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话的人哎，那第一个是谁？阿飞啊。我奶奶走的时候，我哭得很伤心。阿飞突然跟我讲了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笑了。好了。活着，这顶高度摔不死人好吗？干嘛？你不会现在想要检查吧？你是怎么练的啊？你在干嘛？左总，左红叶。你是谁啊？怎么没看过你？我叫赵立安，大家都叫我赵子，深山队的。又一个警察。赵先生是莫警官的朋友，特地请来加强安检系统的。老板同意的。那老板有同意你们俩在游泳池抱一起吗？哇，左红叶在电视上就很好看，看 Life 更漂亮哎。你喜欢她类型的、啊？她长得很像我奶奶哎。你找女朋友的标准是你奶奶？我奶奶以前可是美女哦，超级大美女。原来你有恋奶情节。哈哈。